大家好，我是 Pola。 那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款波场上非常有名的博弈类游戏 Tronbet。 首先我们打开 VenaPi APP， 可以看到 VenaPi 中不仅有应用的推荐，还有钱包和多种实用功能，而应用中也分为推荐、专题、游戏专区等多个部分。我们在应用中点击游戏，这里就是波场游戏的集合了，感觉还是非常的方便。然后找到 Tronbet， 点进去就可以开始了。大家看到马上就是圣诞节了， Tronbet 页面也添加了圣诞节的元素。玩法是这样的，我可以拖动进度条上的圣诞帽，比如说拖到36，然后我可以猜随机数字是大于36还是小于36。如果我猜是小于36，就点击 Roll Under， 然后点击 Roll Under 36就可以啦。另一种玩法是点击这里的爆点，架住之后会有一只鹿驾车往上跑，鹿跑得越高，报酬呢也就越高，但是跑到一个随机高度就会爆炸。你可以早早逃跑，也可以等待报酬上涨，但是跑得慢了就会爆炸哦，就看你怎么选择啦。其实呀，波场上还有更多更好玩的游戏，大家可以下载 VenaPi APP 来体验。游戏、交易所、工具、钱包，可以一次搞定哦。